fándu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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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ánduō. 可是我听说来中国投资手续繁多，程序复杂，我一直都没真正弄清楚到底要如何操作。每次外国朋友们向我打听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他们建议，光是一些外商独资企业、中外合资企业、中外合作企业、三资企业之类的名号，就已经把我弄晕了。 可是我听说来中国投资手续繁多，程序复杂，我一直都没真正弄清楚到底要如何操作。每次外国朋友们向我打听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他们建议，光是一些外商独资企业、中外合资企业、中外合作企业。 三资企业之类的名号就已经把我弄晕了。可是我听说来中国投资手续繁多，程序复杂，我一直都没真正弄清楚到底要如何操作。每次外国朋友们向我打听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他们建议，光是一些外商独资企业。 中外合资企业、中外合作企业、三资企业之类的名号，就已经把我弄晕了。可是我听说来中国投资手续繁多，程序复杂，我一直都没真正弄清楚到底要如何操作。每次外国朋友们向我打听，我都不知道。 怎么给他们建议，光是一些外商独资企业、中外合资企业、中外合作企业、三资企业之类的名号，就已经把我弄晕了。可是我听说来中国投资手续繁多，程序复杂，我一直都没真正弄清楚到底要如何操作。 每次外国朋友们向我打听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他们建议，光是一些外商独资企业、中外合资企业、中外合作企业、三资企业之类的名号，就已经把我弄晕了。可是我听说来中国投资手续繁多，程序复杂。 我一直都没真正弄清楚到底要如何操作。每次外国朋友们向我打听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他们建议，光是一些外商独资企业、中外合资企业、中外合作企业、三资企业之类的名号，就已经把我弄晕了。